glancing back, went through all the sweetness and sorrow, chasing a dream till it starts. All the subtle things you can't erase, memories they lead my life going on. You make my heart beat, it travels from silent darkness to staring night. We hold our hands back to the home bay. Find your love, I just wanna keep a promise. I feel us, we're slowly fall into my arms. You're the one in my life. Baby, you make my world so perfect. Stars miles away, shining in the sky. We can find true love.该吃药了。不是，秦总啊，嗯，你要不要这么敬业啊？人家医生让你回来是让你卧床养病，又不是让你卧床办公的。你到时候人死了，你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你出意外了，全圈会难过的。别站那么远，过来坐。难不成真的除了吃饭和吃药就不见面了？哎，说真的，你明明就在客厅，我反而更想你了。来，走走走走走。嗯，你能不能不要这样盯着我看呀？你赶紧把药吃了吧，等会儿时间就过了。哦，吃。我跟你说个正经事儿，原来打算把百安卖了。不可能啊，百安现在的势头正好，而且 AI 建模也已经走上正轨了，马上就要开始盈利了。但是我和 Cindy 都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打听过了，不会有错，并且投资场上已经有风声了。我明白了，我会去搞清楚这件事情的。我不能让 AI 建模在这个时候出岔子。你先别着急，我告诉你是为了让你有准备，不是让你担心的。我知道，我有分寸，反倒是你，任何事情都不如你的身体重要。你听我的，现在赶紧把电脑关了，然后乖乖睡觉。那你呢？客房已经打扫好了。我等一下要带全全回去，我明天再过来。你在家和在这儿都一样，心脏病就是这样，你哪怕寸步不离地守着，人也有可能睡着睡着就悄无声息地走了。哎。哎。你回去更好，万一别吓着你。我跟你说，你不要得寸进尺啊。嗯。爸爸，你放心，我给你讲故事哄你睡觉。你哄你走吧，让我们两个心脏病人相依为命好了。你全全，你照顾他是吧？你什么把戏我不知道啊？你什么小心思我能不知道吗？起来，走，回家。妈咪，心机真的很可怜啊，你就照顾照顾他嘛。行，不走，我们都不走，就留下来，留下来看着他。好儿子。爸爸，嗯，你真的会睡着睡着就走了吗？不会，我那是骗敏慧的，谁让他那么铁石心肠。我的身体好着呢，我答应过要陪你一辈子的，你忘了？嗯。但是有一点啊，你不许学我这样，
不许用这个来吓唬敏慧，听见没？放心，我比你还舍不得让他伤心呢。来，爸爸，我想跟爸爸睡啊。不是，你不睡客房也别睡这儿啊。客房太远了，我就在这儿睡，离你近一点，万一你晚上有什么事情，有什么需求，我都比较方便一点。什么需求都可以吗？你在说什么呀？我跟你说，我现在走也来得及啊。怎么了？心慌。心慌，我看看。你这个心率监测仪啊，一点反应都没有，所以就。数据是会骗人的，他不会。你怎么样？很沉稳，也很健康。如果一直能这么健康就好了。我会加油的，只要你一直陪着我。听你现在心跳这么健康，你今天晚上应该不会有事了，我也不需要陪在这儿了，我去客房睡。心奇，心奇起床了。心奇，你不是还有个电话会吗？快起来了。心奇，干嘛？害怕我死了，全全伤心啊？无不无聊。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活着的。我答应过全全要一直陪着他，当然了，也要陪着你，不会再让你陷到一个人的境地里。我真是懒得理你，赶紧起来。李主任，您别送了，感谢您今天抽出宝贵的时间。客气了，曹总。AI 心脏建模的首批临床应用，您能首先考虑到我们，是我们的荣幸啊。您也客气了，那也得感谢您和院方的支持和信任呀。我们一起期待它落地吧。好，我先走了啊。哎，曹总啊，你大老远到我们江北来，总得让我尽个地主之谊，吃顿饭吧。我还得回去开会呢，您先忙吧，下次吧，行吗？好好，慢走啊。拜拜。梅林师傅，你从睁眼就忙到了现在，我给你准备了水还有吃的，杯子里是你喜欢的手冲咖啡。啊，等一下吧，来不及了。等会儿见了于教授，是心脏领域的大拿，说服他背书很不容易，他肯定有一堆刁难的问题要等着我。我先看资料。我知道这是你的事业，但你总不能忙得连身体都不顾吧？你看看这三天你睡得有没有超过八个小时？再这么下去你怎么吃得消啊？我一直都是这样，我都习惯了。喂，喂，草木，我从新奇那里听到消息，原来可能要卖掉白恩。怎么可能？何海翔那么努力推进，不对啊！你也察觉到不对劲了吧？你想想，何海翔一直以来对 AI 建模是什么个冷淡态度？你我都心知肚明，他现在这么积极，反而是一种信号。你说的对啊，我还以为他是转了性了，想明白了。要是按现在来说的话，他应该早都知道这件事情了，所以他努力推动 AI 建模落地，以此来提高白恩的市值。他这是代价而沽啊！我就知道，根本就不能指望他有什么大的格局。我现在就去找他。你等我回去吧，
我见完于教授，马上连夜赶回去。行，我等你回来。好，拜拜。走。最晚回冰城的飞机呢是晚上7点。等一下你见完人呢，我们可以简单吃个饭，再去机场呢都来得及。怎么了？不合适吗？那再早的话，估计就得到4、5点。合适合适啊！我以为我让你来是来给我添乱的，没想到帮了这么大的忙。早就跟你说了，带我来不吃亏。现在知道了吧？怎么了？这么突然？行了，走，来不及了。还在想你能忍到什么时候才过来呢？别说我了，白安现在什么情况？我已经找人对白安进行估值了，而去董事会那儿我也已经通知了。不过就目前的状况，怀疑还是胜过于热情。资本市场是看信心的，如果大家的热情度都不够，那事情就很难推进下去。没事，这个我来处理。你呢？什么时候回去？本来是明天就要走的，我再待几天吧。这几天我再多了解一下白安的状况，我们再把商量好的 proposal 带回去，更方便我去说服董事会那些老古董们。谢了。哎呀，这好话呢就不用多说了，做点实事吧。哎，我跟你说，我真的住不惯酒店。免谈。我的腰啊，免谈。要么你住哈里家。可以啊。免谈。见色忘义。我知道你那是羡慕。这样吧，为了弥补你，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哎呀，真是可惜了，今天晚上我有重要的约会呢。你在这儿没有熟人吧？不告诉你。两位，放过我吧，好吗？有什么事你们去找董事会呀。董事会我们哪高攀得上啊？对呀，只有何总您这样地位的人才能通得上气儿。只要您一句实话，我们马上就给您让开。没错，就一个问题，董事会是不是要卖掉白安？您不说就不走了。我服了，我服了，行吗？两位，咱们坐下说好不好？说吧。原来的老董事长退了，他的儿子继任，这件事儿你们应该也知道吧？那新官上任3把火，这第一把火确实是想卖了白安。这件事还没对外公布，你们俩知道就算了，千万不要跟我说出去。但是我不明白啊，白安一直都表现得可圈可点，而且 Mist 现在已经投入了临床使用， AI 建模也已经走上正轨，现在势头大好，为什么要卖？明慧啊，你真是一心的只研究业务研究数据，外面什么情形你一点都不关心啊。过去3年，原来的主营业务一直在赔钱，百安又是持续烧钱的状态，在你们眼里百安是未来是理想，但是在新董事长眼里百安就是个烧钱的窟窿，他不卖你卖谁？再者说了，当初老董事长投这也就是想蹭个高新产业的车，现在原来自己的主营业务资金出现问题了，肯定第一个卖掉白安呀。可是白安现在哎呀，你们也不用着急，这公司谁来掌管跟咱们这些打工的没什么关系，你就算真卖了，新老板来了他总得有人开展业务，总得有人干活吧。要我说呢，咱们的当务之急是赶紧把 AI 建模项目迅速的推进，赶紧落地，赶紧临床投入，那样白安也能卖个好价钱，咱们也不至于太被动，对不对？两位祖宗，我该交代的都交代完了，我下班了。这个何海翔还以为我们害怕失业呢。其实啊，新奇这个人呢什么都好，他就是有点嘴硬。哎呀，
得叫我一个词儿来着，是什么？傲娇？对，就是傲娇。不过这样是不是也有点可爱？可能在我面前，他显得没有那么可爱吧。其实，我也挺理解的。欣喜小时候刚来我们家，初来乍到，又带着病。其实他最怕的就是发病的时候了，因为在他的潜意识里，肯定会觉得他一发病，大人觉得麻烦，说不定就把他送回福利院去了。从小，他就学会对他的病轻描淡写。那时候越痛，他就装得越坚强。有的时候，疼得嘴巴都紫了。为了怕我担心，还反过来安慰我说 ：“Cindy, I'm okay, I'm all right。”我呢，下周就要出国了，这次一走，恐怕也很难抽出时间来陪他了。哎，我们全家人又都在国外，也得为他牵挂。但老实说，自从知道有你照顾他，我才算放下了心。欣姐，我想说我明慧，不要拒绝我，更不要拒绝他，因为你理解，他从小就没有家，你和全全就是他所有的光。我明白了。Thank you, thank you. Oh, come on, give me a hug.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新奇啊，你这都看到第21次表了，拜托，只要我在这儿，敏慧就一定会回来的，好吗？好，我沾你的光。你不要这么紧张。我不是紧张，我是担心你妈咪。圈圈，敏慧回来了。你可回来了。哎呀，全全，你今天有没有乖乖的呀？有没有给欣喜添麻烦？有没有督促他好好吃药？那个，全全很乖，我也很乖，有没有表扬啊？我们都很乖。这么乖啊？那可以奖励全全一个小冰淇淋。真的吗？对啊，在冰箱里，你自己去拿吧。好的。别装了，刚刚就看到了。你喝酒了，跟谁啊？你管得着吗你？你闻什么呀？你是狗吗你？这个香水的味道，除了 Cindy 我就没见别人喷过。哦 ，Cindy 说晚上约了家人就是你啊，那我就放心了。有什么可担心的？啊，不对，你有什么资格担心？提醒我了。这几款都是很经典的男香，选一款，这样别的男人一闻就知道你名花有主，不敢觊觎。你上次检查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检查一下脑子？我觉得肯定有问题。没喜欢呢？没喜欢，我那还有好多呢。不行，明天再买一个。必须得买。全全，真是的。
喜欢吗？就算做你这几天照顾我的谢礼。还挺好看的。坐下看。还在担心白安？嗯。嗯，让我猜一猜啊，你是在担心 AI 建模技术没有着落 ？AI 建模对于我来说，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看着他一步步的发育成长。现在这几年，正是他最关键的时候。白安一旦被收购的话，我后续还能不能参与研发都是个问题。更何况现在何海翔已经在打算杀鸡取卵了。我来帮你。你怎么帮我呀？让蓝鸟收购白安呢？你们蓝鸟又不是银行，想拿多少钱就能拿多少钱。而且我听辛迪说了，你们董事会那几个老头子很难说服。我是说认真的，你就按照你自己的节奏做事，该研发研发，该测试测试，该临床临床，剩下的都交给我。怎么了？不相信我？没怎么，我只是这么多年一直都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出什么事情都自己扛自己解决，现在突然好像天降救星，我倒是有点不太适应。我不是天降救星好吗？我是缺席多年而归位。从现在到未来，我会一直站岗，一直护好，一直陪着你。刚刚都差点撞到窗户上。谢谢。喂，周书记，怎么了？哎，明慧啊，在忙吗？我不怎么忙，怎么了？你有事？啊，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想找人聊一聊。你要再忙就算了。没事，我待会儿正好要去家人医院找姚主任，我忙完去找你。好呀。那我在值班室等你。拜拜。干嘛呀？照顾我没时间，周如记找你就不忙了。辛总，这偷听别人电话不是个好习惯啊。谁偷听了？我明明光明正大听的。Hardy，下个路口把我放下去吧，我自己打车去趟家人。哎，不用，我也要去医院找姚主任拿报告，一起。老板，你下午约了银行啊？邓我也是约了银行。您忙您的吧，辛总，我帮你拿报告。
韩医生，周医生在那儿。哎，好，谢谢。周医生，哎，见面杨主任了，坐坐坐。还去帮欣欣拿了体检报告，一切正常。给。怎么了？什么事儿？哎，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我跟姚子珠的事儿呗。哦，我那天还想问呢，你俩之后怎么啦？那天完了以后，我不是找他去了吗？嗯。我就跟他说我喜欢他，结果他以为我是被你拒绝了以后退而求其次才去找了他。没事，我帮你解释。没用的，我觉得我这回真的伤了人家心了，我现在真的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找我的话，我应该给不了你什么有用的建议，我自己生活都是一团乱麻。嗯，但我觉得啊，很多人说希望对方幸福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真正做到的没有几个，但姚子珠她做到了。她对你付出的感情越真，她就越不想委屈自己，她付出的时候是100%，所以我觉得她想要的也是100%。我大概明白了，其实我需要做的就是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对她的感情也是100%的。我觉得我可以等你的好消息了。嗯。林总监，我们又遇到了，看样子我们挺有缘分的。百安即将易主，你有想过自己该何去何从吗？这件事情好像跟程总没有关系吧？我就是替你觉得可惜。可惜什么？可惜有的小蜜蜂辛辛苦苦忙了一年，但最后吃到蜂蜜的却不一定是自己。你什么意思？我真的挺怀念当初我们在观潮共事的日子。是你要收购白安？现在知道跟我有关系了吧？这么说吧，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已经跟原来的小高总见过面了。你是不是很想知道我们两个聊到哪儿了？见了你以后，我的心情变得很好。要是有人愿意陪我再出去走走，说不定我可以多说一些。你要是这么不放心，刚才就应该跟进去啊，现在着急有什么用？我当然相信敏慧了。那你还……我就不相信周如记。哎，敏慧姐出来了。程启让，他俩怎么会在一起啊？敏慧这么讨厌程启让，怎么会上他车呢？快点跟上。好。现在可以说了吗？为什么要收购白安？当然是因为白安有价值啊。难道是因为你啊？如果你是为了利益收购白安的话，我劝你趁早放弃，因为一旦你收购成功，我会立刻辞职。你真的觉得你对于白安来说有那么重要吗？白安现在最大的价值就是 AI 建模技术，而我是核心研发负责人，一旦我走了之后，整个项目就会停滞。我不信你短时间内能找到代替我的人，不然观潮肯定自己研发了，也不会让百安占了这个先机。就算你说的都对吧，但我相信你不舍得放弃 AI 智能建模。我是不舍得，但是我更不愿意面对你。
多一秒钟都会让我觉得非常恶心。五年前我就说过，你是我的，并且只能是我的。我到底哪儿不好？你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我呢？也许是我结婚了，我不能娶你，但除此之外，我什么都能给你。只有我最在乎你。刚才明明看见他往这边走了，怎么不见了？都怪你停车停那么久。不，等一下，我总感觉不太对。你去那边找，我去那边。好。你想用这个来威胁我放弃百安？你差一点就做到了。放开我！明慧，你是我唯一五年内忘不掉的女人。这让我觉得恶心。五年前你就是这么说的，只要你同意，我答应你，我发誓，我的一切都可以给你。我可以跟郑怡婷离婚，只要郑邦我死了，官桥都是你的。我就那么比不上心琪吗？我到底哪儿不好？你放开！心琪可以，我不可以。我要怎么做才能让我得到你？你快告诉我，说，说。明慧。没事吧？喂，我在湖边，赶紧过来一趟，有点事情处理一下。别害怕。喝点水。别怕，已经到家了。醒了，我好像又要陪你一件衬衫了。还能开玩笑，不错。上次看你哭那么惨，还是五年前我们分手的时候。新奇先生，五年前那个不叫分手，那是你单方面甩了我。所以啊，我也一直在为我愚蠢的行为付出代价。终于下了，谢谢你。
那你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吗？你知道五年前我为什么被观潮开除吗？因为他们说我勾引上司未遂，反而诬告他性骚扰。这个上司就是程启让。五年前我大学毕业之后如愿进了观潮，那时候程启让只是研发部的副总。敏慧，程总，你知道我们俩是校友吗？丁教授总给我提你。过奖了。师哥关注你的表现。谢谢。因为他是我的校友，再加上他为人又比较谦和。哦，程总，对我们这些新员工都很好，所以我对他本来就没有戒备之心。咖啡给你的。非常感谢您让我进入这个项目。没事，忙你的。谢谢。参加工作不久之后呢，他就把当时最重要的项目给我做。别人都去吃饭了，为什么你还在工作？程总，你看看。没问题了，谢谢程总。我一度以为他是看中了我的能力，直到那一天。程总，您找我。来，进来，进来。是不是写的程序还是有点问题？进来。你的程序一点问题都没有，并且做得很好，真的。年轻人别每天忙忙张张的，让自己放松下来。现在是什么时候？是下班。我们俩可以像朋友一样。来，陪朋友喝一杯。程总，我不太会喝酒。敏慧，我现在心情特别的不好，你就陪我喝一杯行吗？就喝一杯。也祝你工作越来越顺利。谢谢程总。不会喝酒。程总，我好像有些程序没有写完，我得回去了。敏慧，敏慧，请你放开我，我得回去了。敏慧，程总，敏慧，放开，敏慧，啊，救命啊！敏慧，程总，救命啊！啊啊啊！我救你啊！啊啊！后来呢？后来我向 HR 举报程启让性骚扰，林旭月当时说他会替我作证，但没有想到他在最后的关头站到了程启让的那边。林旭月，你怎么可以做伪证呢？不然呢？帮你去挑战程总吗？那代价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跟现实低头，更何况那个人是程启让。因为有林希月的证词，直接将程启让认定为无辜的受害者，而我呢，就变成了一个为了升职不择手段的坏女人。那你明知道他是那样的人，那天在酒会上你为什么还要？因为程启让的父亲程教授，他是二尖瓣膜的权威，当时全圈的情况已经很危险了，只要我那么做了，他就会去求他的父亲飞回来给全全做手术。所以在你们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但不在你们身边，还对你说了那么过分的话。对不起，明慧。
对于我缺席的过往，我没有办法弥补。但既然现在我已经回来了，我绝对不允许他那么欺负你。这件事情不会就这么算了。心琪，你听我说，程琪让那种人不值得你浪费时间的。他虽然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但如果被逼急了，他就是一头猛兽。我不希望你被这样子的人纠缠上。听我的，什么都别想，什么都别管，剩下的都交给我。人海里都转了多久，还徘徊在光。